便。我也没差，我忘了差。哦，怎样？你头晕了？这个都糊着、啊，完全看不到。你手套拔下来，上面先弄一条扣出来，帽子都要拉开，还有低一点，还要低一点，头发也要拨开，压低一点，头发从帽子里全都拨出来，头发都要弄走，下面面罩先往下扯一点，鼻子不要盖住，下面也都清出来，全都清开来，然后右边也是，帽子不要进眼罩，左边也是，不要进去，眼罩里面不要有任何保暖的东西。好，然后你头发还在眼罩里啊？头发在眼罩里。眼镜里面不要有任何头发、帽子，什么都不要有。然后经过了以后，先不要理它。过一阵它会散掉。那个没办法，你推推没关系，那你盖回去，你要保持不让它出水汽的条件。帮我穿过我的眼镜。好好好。口罩也是都雾的。有吗？也很惨。好。有充电吗？挡住我的视线。我也不确定呢。有没有充电？我也不确定。有红色有没有亮啊？它是闪烁啊，录影中是闪烁啊。那它有没有电池的符号有闪电？我的不是有。它有闪电吗？有啊，如果在充电中有闪电啊。是哦，那你这边应该没有开，要按一下。在哪边啊？我按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看。没有闪电吧？没有啦。好，不管它，就这样。那你要我帮你吗？好啊，拿线出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弄。你继续热水。你鞋，我看一下你鞋子，是前面有很多。不行不行，我看一下你鞋子前。这里你的眼镜还会起雾吗？有啊，下面都是血，下面都是血，T 恤真是 T。还有的话，我看。你不要刮了，来翻板，你先走过来这里啊，站这里比较好，那里不好穿。我帮你拿。你先走过来。你的外套拉得够高吗？啊、你现在胸口也加了洞。那就在这里穿，完全看不到血。我跟你换眼镜啊。有卫生纸。有。拿得到吗？有。我有，我给他就好了。你是面纸还是手帕？面纸会有屑屑，要不要纸手帕？没有冷，你帮我擦好了。我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擦到一半再帮他而已。啊！你不要动，我一定要帮你清一下。你现在那个血没关系的，你现在会把它擦进去。擦进去啊！你不要动啦。妈妈，你看我擦一个动作，不要了。你别挡我好不好？我就在帮你护。要拉线。我这样勉强可以。勉强可以。你这样一坨就在上面啊，你就把它擦一片。你在亲他的眼镜，对，压着很贱。那个擦干的还是会一样。那是要买那个，昨天我看到那个不是也一样。Harry， 我不要戴。
子你都先不要戴，那样子往下滑一定会把脸冷却一下。这个方向是不要戴啊。对啊，知道缆车啦。到那个缆车啦。我说方向是不要戴。这一段不用戴啊。那坐缆车之前再戴啊。我这里方向是坐缆车嘛。对啊。我觉得我鞋子好松，大家要绑一下。什么叫鞋子好松？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没扣紧，没扣很紧。不然就是我今天袜子比较松。看一下一排多少？没有人。没有人，很好。那是要从左边进去。他就已经排好框框了。右边有没有道？大家都从左边进，那不要动。你要跟我坐哎、欸，好。梦，他跟你是江公弟弟聊天。嗯。你要确定是你眼睛雾还是真的雾呀？不要帮人家弄。小心你的手杖，不要再咬到了哈！举高，坐上去我们就举高。断掉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换。摔出去吧，好。看不太清楚，会迷失方向。这是真的雾吗？是雾啊，就雾的啊。很雾，因为雪还蛮大的。Lozo， 他裤子，拉链。
管那么多哟。但日本的鞋子很特别啊，日本鞋子就是很粉，像这样就是他们叫粉雪。这样好不知道，但还没吧。摔下去也是会受伤啊，扭伤而已，不知道，不知道真的有多深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扭到比较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扭到脚就会整个肿起来，然后就都踩都会痛，踩都会痛啊，那很惨。那骨折呢？骨折更惨啊。我以为你说骨折比骨折更严重，骨折有时候还要开刀哎、欸，有时候不能开刀，还要那个用那个石膏。对啊，我们是一百零几啊。是啊，几乎最后一台了，不是105吗？这个。嗯，后面才是最后一台。我觉得我的衣服后面好像空空的。妈妈他们还后面一点吧。嗯。你跟着日记滑啦，你也去跟着日记滑，日记的姿势比我的好。你看好他的姿势，不要用扭的，其实是放轻松你的脚啊。比如说你要往这边转，你踩在这脚，它自动就会转过去，你就不用自己在那扭腰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一直扭腰，你懂吗？嗯。你看着日记滑，日记滑看起来又很轻松。飘雪的，还补雪，补雪比我们第一天来雪很少，对不对？硬硬的，现在雪都很松很软的。哎耶！头好痒。头为什么太热吗？哎呦，我讲，真脸会冷。你的帽子也是可以拆的嘛？啊。你明天就把帽子拆掉好了，不是把帽子拆，把那圈毛拆掉。然后你进餐厅前一定要先把帽子上的雪抖干，不然你帽子都会死掉。好干净。嗯，我的还可以，因为现在雪很干，不，昨天的雪湿湿的，有没有？画到我们身上就让我们裤子湿掉，今天就还好。你今天捏雪球可能很难捏，你可以捏捏看，捏不起来，因为不够湿。好，嗯，哎呦，手举高，手举高一点，不要卡到地上。然后脚脚小心。
帽子从里面拉出来。可是你的帽子好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干脆把他帽子反过来这样弄啊，这样就不会。没办法，帽子拉不到，弄头发。戴帽子，眼睛不会雾的话，就把帽子先往下拉一点再戴。把蓝色的衣服的帽子往下拉一点才戴。
弟弟吗？小心，小心。我去。额头嘞，我觉得你要不要重新调整帽子？额头很热，很热吗？本来是手比较冷。不是你这样子的话，我怕你额头热流汗，然后着凉，你知道吗？会着凉。都有，都蛮多的。着凉，知道吗？啊，帽子再压下来一点，往前压一点。把它举起来。讲我们都没在拉的啊，很危险吗？不会啊，你就坐稳稳的，哪里危险？嗯，有没有人从这上面掉下来过？有看过影片，有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没做好，差点掉下来，然后别的小孩很聪明，去拿路边那个网东西的那个网子，橘色的。把它拆下来去接它，
也不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也才穿着雪板，也不可能人去抱他，不可能接不住，就合力拿那个网子去接住那个小孩子，很聪明。雾吗？真的啊，万假的。哦，掉进衣服了，啊，咬死了，都会在衣服里的。嗯，怎么会没有拉？好冷啊！我放在嘴巴里，没事。他拆这个网子。对啊，拆这个网子去救他，很聪明哎。因为不能直接，你没有办法抱它，就只能这样啊。是快掉下去吗？对啊，它就剩一手抓在那个缆车上，就掉下来了。树林的人，也很深吗？你看到他哪里？快到他膝盖了，有没有？那里有一个。哦。对啊，还自拍。哇，明天你要去上课哎，学新的。你就玩玩看啊，说不定你会觉得雪板很好玩。你看。是那个小可去学的，他不就后来都滑雪板了？哎呦，我真的觉得你们会雪板应该对你们还好，只是你要好好听教练讲，好、哦。对啊，不懂你就用英文，我不知道应该是不知道是中文还是英文的、欸。英文的、哦，你就问他。你不懂就 I don't understand， 还是 how to 什么什么什么？哈，哦。好好学啊！开放式的看，哪里？哪里？对啊，树啦。好，一下。Thank you.
时间要吗？还是要再练一次？那都可以啊，你要我可以帮你啊。没有，我要下去啊。我帮你录啊。哎、欸，滴滴滴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吗？我的。我的。你我的吧，你的还在红的在闪啊，我的吧。别人的。你要看我的。你的好，你的也。你是被那个人的声音吓到了。那你先再滑一次吧。没有啊，我鞋子有点松。不用了。
冻僵了，我一下好痛。怎么了？怎么呢？嗯。好酷啊！好酷啊！对啊，学的好近，近人近。真的假的？你就是有个缝啊！啊，痛啊！哦，好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
我是怕你头着凉，我只怕你头着凉。戴眼镜盒吗？我有，我有眼镜盒，后面最外面的眼镜盒。这样看得到吗？每次打开的时候它就出不去了。哦，要卫生纸擦一擦吗？不用。
但是还没要你想休息哦。
要怎么冲下去吗？你要练这个，就是这是练出来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跟我滑那么多天数了，你跳太远。我们去札幌就在练了。你现在都已经到这了，就是爬吗？哥哥说走不动了，想要赶快先休息。周少宇，等我，我要帮你拍一拍。来敲门。
正在流。啊？没事，关掉，关掉。正在滴而已，是吗？哪里？关掉啦，我也要关掉啦。你刚刚是说什么？